你要骑一下那个没有辅助轮的。不要啦，那超没胆的。男士，你几岁？哇！要不你们去骑个两次，因为它本身长得不高，所以骑着刚刚好。哇，要撞死人了！耶！哎，阿宝，是下课我有遇到你，你知道哈？知道。然后老师去找你，是跟你讲说有是有怪叔叔骚扰你，是啊。你认识我吗？你认识我吗？应该有看过我吧？对啊。刚才我去找谢天静，他妹妹，他不敢跟我讲话嘞。怎么办？他应该，我问他认不认识我，他说他点头啊，可是他不敢跟我讲话，怎么办？怎么办？什么东西？这边有个洞啊。你可以看一下里面有什么。我没办法看里面啊。我记得你阿嬷嘛，那个直接用手抓蟑螂的，对不对？玲玲她阿嬷看到蟑螂是不好意思讲，我不好意思说她直接用手把它抓死。我阿嬷也是啊，抓起来然后自己跑。好，上次动物园你跟我讲的啊，是蜘蛛啊，好。那你一手抓，我现在来介绍一下这位先生是谁，来快点。啊，这位先生是一个红色的铜像是谁？那个是一个男生。来，我来讲解，他是蒋经国。他是做什么的？总统。要问我？对。啊？总统啊，对不起，总统。他以前当过总统，不是他不是叫红色铜像，是不是啊？因为我不知道，我没来过这。一般叫他做金国先生，啊，他是蒋中正的儿子。蒋中正是谁？知不知道？知道吧？知道啊。打输共产党，对的，台湾人，对。好漂亮哦，那个树叶。来，我考你，郑成功的儿子，郑经的儿子，郑克爽。郑克爽的儿子。啊？还有？那我问你啊，天地会总舵主是谁？天地会总舵主啊，反清复明的那个啊。反清复明有说的。天地会总舵主陈永华吗？陈永华是？我不晓得他认不认识。旁边的啦。陈俊南。没教过。你没有看过《鹿鼎记》啊？我们是在聊社会课的情况。我跟他山海关了。对。那基隆鱼啊，对啊，我们要说华语。你有没有读过数学啊？没有，数学不会教这个。
哦，跑到店里去了，国中的事。谁会喜欢这种？它是羊驼吧？谁会喜欢这种东西？花一百块去转这种扭蛋，还转不到。很可爱，很可爱。还花一百块去转这种扭蛋，还没转到。转了两个圣诞板呢。还跟店员凹，跟店员换才有。这些都一样的钱。可以，等一下，我可以再问去配金问题吗？不行。啊？那你平常在家玩游戏可以玩多久？不是啊，那你知道你老爸对你多好了，你还对我这样子。两个小时多。两个小时多啊，因为你功课写完了就可以玩两个小时多。没有，因为我妈都没有看时间。哦，我想到就去叫我。对对对对，我只要求他说功课写完之后就随便他了。嗨，阿宝。加入画个地图哦，那是我自己画的。嗨，阿宝。嗨，阿宝。阿宝，他不想见你。不喜欢他说他不喜欢。是啊，你是不是不喜欢？你这样就对了，不能喜欢太帅的男生。你不帅，他说你不帅。哎。小孩子有时候说点谎是可以的，是可以被允许的，懂不懂？妈咪，爸爸帅吗？太。就是你们的审美观念还有问题，审美观念有误差。最好没有。有。他个人光是那么漂亮，害什么？啊，他长得像我才这么漂亮的。我觉得。你，我跟你说，你长，如果说长得像妈妈一样，腿那么短。你要妈妈那种身材吗？你的身材像爸爸才漂亮，好不好？你懂不懂？鬼遮眼，小胡。哎、欸，快点来来，我来看一下你，我帮你解决一下你身上的问题。你现在身上的问题，我用 GoPro 拍一次，就是有太多的鬼遮眼了。你看。对啊，你看。等一下。等一下上车之前要拔掉啊。这我真的看不懂哎。哎，阿宝。哎，你跟我来是正常。请问今年几岁？家里电话几号？介不介意？介不介意秃头的男人？哎，介不介意秃头的男人啊？介不介意？快跑，林毅！上面呢？